我们准备开始上课。上礼拜讲得很深，对不对？啊，会不会很不清楚？觉得怎么样？很清楚了，清楚吗？还可以的。哦，那不容易哦，因为那大概在原始佛法里头哦，有关那个菩提树下佛陀的这个心路哦，算就是最深层的这一部分了哦，所以那个。那大家尽可能的在这样的一个心路过程当中哦，去多多体验这样。那我们今天就要再转得更深哦，然后直接就会从12缘起，然后会进到4圣谛啊。那所以因为上礼拜有些同学没有来哦，那我们那个稍微那个复习一下啊。佛陀的觉悟，他不是透过任何身心之外的现象去找寻的，他是对于他当下的身心现象，在一种稳定的心灵的状态底下，直接去关照跟探寻而得到的那种领悟。那所谓的身心现象，其实就佛法来讲，就是怎么样6处入处，身心经验其实就是我们6根接触境界的经验，6根接触境界，然后升起对于境界的觉识，然后升起感受，升起想法，升起念头，升起冲动，有没有？升起要跟不要，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啊。那一般人对于生命经验，你如果没有明确的去照见它的本质，就会以为怎么样呢？哎，我在看，我在听，我在想，我在受苦，我觉得快乐，有没有？我想要怎么样，我不要怎么样，什么意思呢？等于在身心经验一升起的时候，也就是6根接触境界的时候呢，不自觉的这种自我意识，它就会升起。那你有这种自我意识升起，就会怎么样？对于境界，内外的境界，外边的境界叫做色身香味触，对不对？里面的境界叫做情绪感受念头冲动。内外的身心境界呢，你就会怎么样呢？产生染着贪爱。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不如实知这种生命的这种实相，所以呢，都基本上我们在6根促进的时候呢，自我意识它就不自觉的升起。自我意识一升起之后，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会更加，就变成要境界来配合它，要它喜欢的，抗拒它不喜欢的，这个叫攀缘染着啊。所以呢，继续这种攀缘染着，我们就那时候悉达多他就在菩提树下看到这一件事情。如果对于生命现象在发生的当下，不如实知这样的一种运作的方式，它就会怎么样呢？你看，触到境界，我们会怎么样呢？追求自己喜欢听的声音，对，追求自己喜欢看的颜色，追求自己喜欢闻的味道，追求自己喜欢尝的味道，追求身体的种种接触的经验啊，那就会怎么样呢？就会不断的去制造。这就在制造，在投射未来的这种身心境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命经验升起的时候，你看，透过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会不断的想要再去尝，再去触，有没有？再去享受自己呢曾经有过的那种比较愉悦的、比较快乐的那种身心的觉受或者境界，哎，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因为不如实知生命的这种实相，所以他在接触境界的时候呢，以为有我有我所，因此呢，他会怎么样呢？再去攀缘，再去投射，就会去制造未来的，等于说会想要去追求未来的5阴境界，对，会想要去追求未来的身心境界，哎，这个就是12缘支里头的有。那你有这种想要去追逐未来的这种身心境界，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呢？你看，它就会产生原生未来的六入处，就是未来的生命就会因缘于这个样子而怎么样而被原生。你看，这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发现的，有没有？啊，所以他这是怎么发现的呢？他是透过心灵在稳定极静的状态里面，直接去观察身心现象运作的实相，所以这个叫做内观。然后透过这个内观，他得到了一种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他就看到了，如果不如实知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个叫六根。不如实知，这个六根是无常生灭的。不如实知，六根所接触到的境界，色、受、想、行、识，色、声、香味、触、法，也是怎么样原生的，所以它是无常、无我，不断在生灭流转的。不如实知，随着六根无常生灭的六根处无常生灭的六尘而升起的觉识，而升起的情绪，而升起的想法，而升起的冲动，要跟不要，它都是怎么样原生的，所以它也是无常的，不断在变坏的，它是无我的，不是我能控制的，也不是我的。对于这整个我们说六根、六境、六识升起的六受、六想、六思，不如实知，不知道它是随这样根境是和合处而生的，而原生的这种无常生灭的实相，你不如实知，而以为怎么样？不如实知这件事情就叫做什么？无明。那在这种无明当中呢，就会对于六根、六境、六识或升起的六受、六想、六思产生贪爱跟染着。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呢，他会怎么样呢？以为是我在看、我在触、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有没有？我的情绪、我的想法、我的冲动，以为有我，这个叫做行。所以因缘于无明而产生贪爱，而怎么样而有这种无明行。所以呢，内在里头心意识就会不断的去攀援，去想要去攀援这些曾经有过的美好的这些身心经验，所以就会产生识意识的这种攀援身心的境界，叫做识缘名色。那识缘名色，那又会想要去染着，不断的去追求这种经验，所以名色又会原生识。那个想要去看、想要去听、想要去吃，有没有？名色呢，又会原生识，所以这样就会怎么样呢？六根就会增长。那你六根增长啊，六入处就升起啦。六入处升起，继续怎么样呢？就会有触的经验，然后有触的经验，你又会怎么样产生？因缘与六入处的接触而来，六受、六想、六思，对，六识。然后因缘与对于这种实相的不如实知，对，所以怎么样？贪爱升起，有没有？然后呢，又以为有我，我执又升起，所以又会去制造投射未来的有序的这种冲动，所以这个有未来的五因的这个有序的意思呢，它就又升起，所以它又怎么样呢？就会制造去原生未来的六入处，这样清楚吗？所以佛陀那时候还没有，不是叫佛陀了，对不对？那时候叫悉达多。他是怎么样看到的？不是看别人，他是先看自己。他整个看自己的什么？对于自己曾经有过的生命经验，直接毫无预设的明觉去洞察它，然后看到自己曾经有过的这些生命经验，它的原生，有没有？它的本质，它的因缘，它的集跟它的灭，所以它产生了这样的智慧。因缘与无明就会有行，有行就会有识，有识就会原生名色，名色就会原生六入处，原生六入处就会有触，有触就会有受，有受就会有爱，有爱就会有取，有取就会有有，有有就会有未来的六入处生，就是叫做有生，有生就会怎么样有老病死、忧悲恼苦、存大苦聚集。这是悉达多在菩提树下经由对自己身心经验的深彻的内观而看到的，哎，然后呢，所以他就因为他看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领悟了，所以呢，如果如实之见这样的一种生命实相，所以怎么样呢？无明灭了，没有无明，不再以为有我，无明灭了，所以行就灭，行灭了，所以怎么样？不会去攀缘世住，所以世会灭，世会灭呢，就不会再去缘生名色，名色不再被缘生，不再喜贪润者，所以名色不会增长广大，对，所以就不会再缘生六入处。所以六入处就会灭，六入处如果灭了，处就灭，处灭了，受会灭，受灭了，爱就灭，爱灭了，取就灭，取灭了，有序的这个冲动它就灭，有序的冲动灭了，就不会有未来的六入处生，所以生会灭，生灭了，所以老病死、忧悲恼苦的现象就怎么样？完全熄灭。所以它产生了这种从生死轮回究竟解脱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前面如实之见因缘与无明而缘生的这种生死流转的现象，这个叫做法住智。然后呢，因为他得了这种法住智，所以就怎么样呢？内在里头如实确认，如实觉知。如果这是一种了悟了啦，如果没有无明了，在六入处都保持在一种无明灭的这种状态，就怎么样呢？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此事后事就完全熄灭。这就是他的觉悟。哎，好，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这样有没有问题？好，那再来，所以佛陀领悟到了这个生死的缘起跟生死的寂灭之道以后，他说怎么样呢？我得到了古时候的觉悟者的这条路了。我得古先人道基，就是八正道。然后他接着说，这是怎么说呢？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练习这个，这里头就是在原始佛法里头蛮特殊的，叫做44种观智。其实44种观智呢，就是12缘支跟四圣谛的配合的这种正思维的方式啊。其实呢，这个思维方式就是悉达多在菩提树下导向他觉悟的方式。好，那你看哦，他说怎么说呢？他如实之见到老病死，对。那我们把它套上四圣谛，就是如实之见到老病死之苦，对。然后他怎么样呢？如实之见到生起这个老病死聚集的原因，对。所以生集则老病死会聚集。上礼拜我们这样讲有没有？他先看说，哎，为什么会有老病死的现象？然后他内观马上直接会清楚，对，因为有这个生的现象，所以就会有老病死的现象。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带到他所说的四圣谛的思维上面来啊。这样看，看到老病死之苦，对，然后如实之见，知道怎么样呢？因缘与有生，所以就会有老病死。哎，生集则老病死集，对不对？那你看，生灭则老病死灭，有没有？这是悉达多在菩提树下他发现的啊。他原本你看，哎，为什么会有老病死？他发现有生，有生就会有老病死，有没有？所以先如实知老病死的这个现象，然后他才能够知道怎么样生起这个老病死现象背后的这个原因啊。老病死是苦，产生老病死的这个原因叫苦集。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看呢？如实知生老病死之苦，哎，所以他就如实知因缘于有这个生，所以就有生老病死之苦，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又知道了，哎，那如果生灭了，老病死是不是就灭了？所以如实知生灭则老病死灭，有没有？那它产生，这就是产生对于老病死的集跟老病死的灭的现观的智慧。啊，你敢听？老病死的现象因缘与生而生起，所以呢，生如果灭了，老病死的现象就会熄灭，哎，产生这种正见啊，所以他就如实知，因缘与生则有缘与生则有老病死的聚集，哎，然后呢，因缘与生之灭则有老病死的这种寂灭，对，获得对于老病死的寂跟灭的这种正见，对不对？所以他就自觉性的怎么样走向一条离老病死，为了他要让老病死熄灭，对不对？所以他就要找一条离生的八正道。好，那他就会再问啊，那原如实之见这个六入处的生之苦，哎，那何因何缘而有六入处的生呢？啊，这个生的现象从哪里来呢？来自于怎么样有序，那个有五受因，有没有要去制造五因的这样的一种冲动？这个叫做有，对不对？如实之见生的这个现象，如实之见因缘与有，所以就会有生，哎，所以再进一步，如实之见有的灭就会怎么样？生的现象就会熄灭。所以呢，因缘与如实之见道有，所以就会有生。所以呢，如果有灭了，生的现象就会熄灭了。这样的正见，哎，以这样的正见就展开这种离有的八正道的这种修行，就是不再去让自己在六根触境的时候呢，自觉性的去导向怎么样？离断这种有序，想要去再去制造五因的这种冲动，哎，好，那再来，那如实之见，他就体会到这个有序的冲动是什么了，对，如实之见到这个有之苦，对，然后他再看到什么呢？因缘与如果有这个强烈的我执，就会有这个有序的冲动升起，对，缘与有这个取，就会有。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想要把这个有熄灭，就一定要怎么样？让这个执取熄灭。因此，他如实之见到取的熄灭，就会原生有的熄灭，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正见，什么样的正见呢？因缘与有这种执取，所以就会有这种有序的冲动。因缘与执取的熄灭，就会产生有序的冲动的熄灭，对不对？因此展开离这种，就是远离这种强烈的执取的这种八正道的修行，对不对？这就是四圣谛呀！啊，你看，如实之苦，如实之苦集，如实之苦灭，如实之苦灭之道啊！好，那再来。那他就进一步再去观察，以前没讲的是安内了。那要展开把这个强烈的这种我执熄灭，你看你要先看到这个我执是什么，对不对？然后要进一步去探，你要想让它熄灭嘛，所以你要怎么样？哎，那这个我执的因缘是什么？何因何缘而激起这个我执嘛？有没有？那他就看到说，有贪爱，源于贪爱，贪爱极则执取就会升起，所以他就如实了知，对，贪爱熄灭，执取就会熄灭，因此他产生了这样的正见：源于贪爱就会有强烈的执取，源于贪爱的熄灭，强烈的执取就熄灭，有没有？这就八正道的正见了。那所以他就展开离断，要去离断这个贪爱的这个八正道的修行。因为他离断了这个贪爱，我执才会熄灭啊！哎，那我执熄灭了，有序的冲动才会熄灭啊！有序的冲动熄灭了，就不会再生六入处啊！在六入处不再生了，所以就不会有未来的老病死、又悲恼苦啊！这样慢慢有感觉吗？他是这种思维方式啊！好，那他现在要展开，他要去探问，哎，怎么样能够熄灭这个贪爱嘛？对不对？那他会怎么样呢？那贪爱到底是什么？那种感觉，什么叫做贪爱？所以你如实知自己在心里头如实觉知这个贪爱，然后呢看到什么呢？就像悉达多在菩提树下一样，他看到什么呢？源于受，这个受其实包含受想思，就是对于情绪的反应、思想观念的认同或者不认同，合意跟不合意，意志冲动，要跟不要。源于有这些受想思，就会怎么样呢？原生贪爱，所以受极则贪爱极，对。那受灭了，你看它就不会产生贪爱，所以受灭了，贪爱就会灭，所以它就产生这样的正见，源于受而有贪爱，所以呢，如果受灭了，贪爱就会灭，哎，所以就产生这样的正见，所以它就展开离这种。远离这种受想思的这种贪婪的这种八正道的修行，对，好，那他进一步就会再问了、他想要灭这个受，对不对？那他要如实知这个受的本质跟特性，对，如实知受，这个包含受想行。那他就在问了，那何因何缘而有这个受想行升起？哎，那你看他当下会如实产生那样的现观，源于有处。触及，所以受想行就会及，所以怎么样呢？它产生当下的那种智见、智慧的那种见解。受触灭则受想行灭，所以它有产生了这样的如实的正见，源于触而有受想行，源于触的灭，受想行就会灭，有没有？八正道的正见，然后它就展开这种离触的八正道的修行。哎，那再来，那他又在问呢，那触的本质是什么？如实之见这个触，它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他，你看他当下他就产生那种觉知，源于六触入触，就会原生触，对啊，所以他马上就产生这样的测见，如果六入触灭了，触就灭，因此他获得了这样的正见，源于六入处而有处，对，源于六入处的灭而有处的这种习灭，所以他展开远离习灭六入处的这种八正道的修行。哎，好，那他就在问了，那六入处要什么习灭呢？啊，这不是凭空想的，有没有？所以他要怎么样测见，如实观察这个六入处的本质，所以说如实觉知六入处之苦，来看到它的无常，看到它的生灭，哎，然后他就问呢，何因何缘而会原生这个六入处？什么东西聚集的六入处就会聚集？他当下看到怎么样？名色，对于名色的这种喜贪就会原生六入处。所以源于名色的聚集，就会有六入处的聚集啊，所以他当下他就了悟了，源于名色的即灭，六入处他就会即灭啊，所以他产生了这样的正见。什么样的正见呢？源于名色而有六入处，名色熄灭了，六入处就灭，所以他展开有没有远离名色的这种八正道的修行，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剩下的什么？他就要再看清楚，他想要远离这个名色，对不对？那他当然要看清楚了，那名色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如实知见名色，哎，然后再去探问，看清楚它的本质了，对不对？然后看到什么呢？如果有事的这种攀缘，心意识的攀缘，名色就会聚集，所以事集则名色集，所以他当下就产生直接的了悟，事灭则名色灭。因此产生这样的洞见，源于事而有名色的产生，源于事的熄灭，名色就会熄灭，因此展开离断这种事的攀缘的八正道的修行，有没有？你们这个要慢慢注意听，然后要这种方式，不只是现在听，回家你们还要自己去操作，这样你才会对于这个十二缘支跟这个44种观智的那种越来越深层的这种体会啊。好了，再来，他看到说，源于名色的熄灭，就会有这种那个六入处的这种熄灭啊，源于事的熄灭，就会有名色的熄灭。对，那他现在就要问呢、那事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叫做如实知见这个事的这种攀缘的这种作用是啊。然后他就怎么看呢？因缘语有这种行，以为有我，所以就会产生事的攀缘，所以缘于行而有事，所以它直接就产生这样的了悟。缘于行的寂灭，就会有事的熄灭，所以它产生这样的洞见。缘于行而有事，缘于行的熄灭而有事的熄灭，因此展开离断这个无这个行的这个八正道的修行。哎，好，那剩下的就又产生这样的问题了。那这个行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你要如实知见这个行的这个特性，它这个本质，然后怎么样呢？才能看到产生这个行的原因啊，什么样的因素聚集了这个行就会产生。那他就看到了因缘与不如实知见这个生命的这种无常原生的这样的实相，这叫什么？无明。因缘与无明而有行的产生，所以无明即行则会即，所以因缘与无明的灭，行就会熄灭啊。所以呢，它产生这样的洞见：因缘与无明而有行，因缘与无明的灭而有行的熄灭。哎，啊，所以你看，他就完全了知了，对，无明灭了，行就灭了，行灭了，事就灭，事灭了，名色就即灭，名色即灭，六入处即灭，六入处即灭，处就灭，处灭了，受就灭，受灭了，爱就灭，爱灭了，取就灭，取灭了，有就灭，有灭了，未来的六入处就不生，所以生就灭了，生熄灭了，所以老病死忧悲恼苦的现象就完全终止啊！这就是透过佛陀的十二缘起啊，他在菩提树下的如实的这样的一种了悟，然后呢，他展开了这种四圣谛的这种修行。你看啊，他要先看清楚这个生命的这种原生的现象，来，这叫做如实之苦，如实之苦集，来。那因为他如实知见这个苦跟苦集，也就是生命的现象跟生命现象的原生，所以呢，他怎么样？他产生如实之苦，如实之苦集，所以他怎么样？有如实苦灭的这种智慧。哎，因此他如果想要把这个苦完全熄灭，他就要走上这条离苦的八正道，有没有？所以他说：“我得古仙人道机，有没有？这样清楚吗？那你看，所以如实之见生死流转之苦，对，如实之见生死流转之苦所造成的原因，如实之见生死流转之熄灭，如实之见生死流转之熄灭的原因，有没有？这样叫什么？这样叫做初转法轮。”四圣谛里头，你看如实之苦，如实之苦集，如实之苦灭，如实之有没有苦灭之道？因缘与这样的觉悟，所以产生了超越生死轮回的这个八正道的这个修学啊。心里头这样的洞见呢，这叫什么？这个就叫做开悟。这个就是开悟。所以佛陀说了，你们在我们的第一篇，你们回去再看第一篇里头，佛陀说，对于这个苦、苦集、苦灭、苦灭之道，你本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那你现在听闻了而升起眼智明觉。好，我们看一下好了，看那个第八页。啊，我这样听闻，有一个时候佛陀在波罗奈的鹿野苑仙人住处这边第八页，那个时候呢，世尊告诉五比丘啊，此苦圣地本所未曾闻法。等于说这个苦的这个现象啊，什么苦呢？就是指这个生死流转之苦了。我们说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哎，从来呢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没有听过的这样的现象，当你正思维的时候呢，产生这种眼智明觉，所以你如实知这个苦的现象，然后如实知这个苦集，有没有？这个苦灭，这个苦灭道机，本所未成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这个就叫做初转法轮。你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吗？所以他这个初转法轮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悉达多在菩提树下的觉悟的心路过程，能看到不？所以这个苦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十二缘支，就这些都是苦。对，你看，老病死是苦，生是苦，有序是苦，直取是苦，爱是苦，受是苦，然后处是苦，六入处是苦，名色是苦，事是苦。行是苦，无明是苦，这个苦是什么呢？它都是无常败坏的、啊，知道吗？那去看到说，你看你要看，这叫如实知这个苦，然后进一步看到造成这个苦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呢，你才会了悟到怎么样把这个苦熄灭，因为你知道说苦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你把这个苦一灭了，苦就熄灭了，有没有？如实知苦灭，因此呢，展开这种离断无明跟贪爱的八正道的修行。有没有？这个叫做初转法轮，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初转法轮就是悉达多在菩提树下的整个心路的过程，他觉悟的心路的过程。这时候是觉悟了，对不对？这叫初转法轮。所以他进一步要怎么样呢？那你已经知道苦了，应该从苦出来，对不对？已经知道集了，要把这个无明贪欲这个集给断掉，对。那已经知道这个苦的这种熄灭了，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去取证，去体证它。那你知道这个究竟灭苦知道了，所以你应该去修它，有没有？这个叫做二转，叫做劝修，就是第二段这边啊。再来复次，苦圣地知复当知啊。这边把它改成哦，知当复知，把它改成知当初比较直接啦。怎样扣啊，对吧？啊，你怎样扣？等下讲出苦，知当初苦已经知道了，你要知道出来啊，从这个苦出来。本所未成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啊。那你这个苦集圣地，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无明跟欲贪会造成苦集，那你知道就怎么样？已知应该去断。那本所未成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啊。那这个苦灭圣地，你现在呢知道了，那你知道就要怎么样呢？去体验这个无明欲贪习灭苦灭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灭呢，你应该要去证。那这个道呢，现在已经知道了，知道它可以灭苦，所以你应该要去修，来。所以这个叫做什么？第二转法轮叫做劝修。那我们在这边停一下，你看他这边。觉悟的时候，刚觉悟的时候，有觉悟的眼智明觉的法眼智慧啊，那种明觉。那开始在修道的时候，又会有修道的眼智明觉。哎，这样你讲我都了解哈。比如讲哈，你看，我们知道这个水，看到这个水，哎。产生对这个水的眼智明觉，那开始喝这个水，这个水的特性，它有解渴的这种特性，是不是又会对这个水的特性更加了解，升起眼智明觉，有没有？所以觉悟了是一个层次的智慧的开启。那透过这种觉悟，在自觉性的怎么样呢？展开离贪断爱的这种八正道的修行。你真正在实修了，对不对？又会怎么样？升起在实修的过程当中的眼智明觉，对不对？这样清楚吗？所以这个叫做第二转法轮。好，那第三转这样就清楚了。已经知道苦，对，那苦已经怎么样出来了？哎，已经知道那个集，那这个集已经断出了；已经知道那个灭，那个灭已经证出了；已经知道那个道，道已经修得完全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从原本你看，悉达多原本是一个凡夫无智慧的状态，经由内集一心，然后如实观察自己身心的这种流转的因缘，缘起的这些种种的现象，而产生了对于生老病死的超越的这种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如实透过自己的身心看到之所以原生这种老病死的现象的这些原因了，对不对？所以他怎么样自觉性的了知。如果把这个产生老病死的原因熄灭了，这个老病死生死轮回的现象就会熄灭。他产生了这样的智慧，对不对？有了这样的智慧，所以他怎么样呢？展开离断这种无明跟欲贪的这种修行，这个叫做修道。哎，那修道之后呢，基本上啊，在这个原始的这些经教上面，大概这样记录了，大概也将近49天的时间啊，等于悉达多觉悟之后呢，啊，然后呢，展开这种对于自己在六根触境的每一个片刻当下的这种四念处的这种修学，哎，然后呢达到七觉支的这种究竟满足，然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概经过了一些时间啊，然后呢，他究竟觉悟才来怎么样？来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去讲法，对谁讲？那他觉悟了，究竟觉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后，他才想说，哎，那我要怎么讲？我要对谁讲法呢？那个时候，他就看到说，哎，他的之前修禅定的两个老师已经死了，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想说，这5个比丘有真诚求道的心，虽然他们没有正知见，有没有？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就来度这个5比丘。我现在为什么要插入这个呢？所以呢，佛陀对5比丘的说法就是什么？他自己的觉悟的经验，我就讲到这样代志，所以他就是把他觉悟的经验拿来跟5比丘分享。那你看分享什么？就像他第一个阶段，他要先如实正见苦集苦灭之道，得这个正见叫觉悟，对不对？觉悟了之后，展开就是进入正式的这种修学，对不对？离断这种无明跟欲贪的这样的一个八正道的修持，所以他会说，苦知道了，你要怎么样？要出来。集知道了，你要去断它。哎，灭知道了，你要去体证。道知道了，你要去修。哎，啊，所以透过这个过程会怎么样呢？觉悟见法入流，我们叫什么？他就证出果。所以事实上真正在修学，真正进入在原始佛法里头的修学是怎么样呢？大概是开法眼，就是觉悟之后才知道在修什么。就像悉达多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没嘛，不知道在修啥啊？觉悟了，如实知见这个生死轮回的集起跟生死轮回的灭尽，哎的这个道理跟原因。那所以呢，我在生活上面才知道怎么来面对自己在六根触境的当下的这种起心动念嘛，对吧？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他在生活上面等于说觉悟了之后，他就在那一刻开始，他就对自己的起心动念的这个发生当下会怎么样呢？他会去如实观察身心现象的生灭，有没有？所以叫做如实观察五受因的生灭。如实观察这个五受因的生灭是在怎么样六根触境的当下，在即灭的即起跟变灭的，所以如实观察五受因的生灭，如实观察六入住的即灭啊。所以呢，他会怎么样呢？随时安住在对自己的身受心法的觉察上面，随时观察它是生灭的，它是即灭的，对不对？然后展开离断贪嗔痴的这种修学。所以有正念啊，然后呢，择法对治，然后精进，哎，朝向贪嗔痴的这种熄灭，所以会去怎么样满足七觉支，对不对？这样清楚吗？周师兄，这样清楚这个意思吗？嗯，概念太多了啦。好，那没关系，先停在这边就好了，先停在这边。你看哦，先这样想。悉达多他先领悟，你看，先这样再回到问题的根源，他是不是想要超越生死轮回的苦难，对不对？他是为了这个，所以出家修禅定、修苦行，甚至带着绝望的心在菩提树下里头静心啊。整个心寂静下来之后，他怎么样？在完全没有预设的情况底下，如实的观察老病死的急起，什么样原因造成这个老病死？有没有？然后他看到因缘与无明贪爱，在六根促进的时候有这个无明贪爱，就会怎么样？不断的去追逐未来的这种五受因，有这种不断的追逐未来的五受因呢，就一定会有再生的现象产生，再生就会有再来的六入处的意思。你看他是怎么样？他是为了熄灭这个生老病死的苦难，所以他找寻造成这个生老病死之苦的根本原因。哎，那他找到这个原因了，他当然怎么样？要把它断掉啊。所以他就知道，你看他当下就了解了，如果无明跟欲贪熄灭了，哎，老病死就会怎么样？彻底永灭。所以这个叫做觉悟嘛。啊，那觉悟了之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因缘于把这个老病死熄灭的这个方法，哎，带在生活上面嘛，啊，所以就进入叫做修道嘛，啊，所以它变成怎么样呢？随时在六根促进的当下，哎，如实去观察身心现象的生灭，如实去观察造成这个身心现象生灭背后的这个因的当下的这个缘起，啊。啊，所以呢，随时看到这个集，看到这个灭，那你看他这个时候会怎么样？他会再升起贪嗔痴吗？等于说吃无明这个已经破了，对不对？那他你看他安住在当下，照见这种身心的这种缘生跟缘灭的这样的实相，他的贪欲心会再升起吗？他一升起就会断，对，一升起他就会断，所以这叫做进入第二转，所以叫做你苦已经知道了就要出的意思。即已经知道了就要断，有没有看到如果有贪欲在升起就会制造生命的这种苦难，对他来讲已经一清二楚了，所以呢他展开这种离贪灭苦的道路，对不对？这个就叫做修八正道，所以叫二转法轮。那你真正在转动它的时候，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看你不知道什么是生死流转的原因，所以你没有这种眼知明觉，对不对？那你知道了生死流转的原因跟生死流转的熄灭之道了，你看你就升起了这样的智慧，所以初转有初转的眼知明觉，对不对？那你开始修了，那你就会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在修行的状态，苦是怎么样在升起，苦是怎么样在聚集，苦可以怎么样在灭去，哎，那苦灭的状态是怎么样？你是因缘于什么样的状态，而因缘于什么样的状态，因缘于什么样的方法，而导向于苦的熄灭，你才会怎么样？你就会升起这种智慧嘛，干不起？你不会修理都不知道啊，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在二转的时候，劝修这部分就有属于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升起的这种智慧。那这种智慧已经什么呢？四双八倍的智慧了。初转法轮觉悟。我们说觉悟，如果在阿含经里头得法眼净，对不对？那所以你对于佛法、生死轮回之道跟生死轮回解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没有怀疑，对法确信，所以就对佛确信，所以对于修行人确信，所以对于持守我们说这个戒律，让自己的身口意行清净的这种作用，于内在里头毫无怀疑啊。因缘与如实之见这个生命的实相，哎，它是怎么样呢？都是随六根处而缘生，因此它是无常的，不断在败坏的，没有一个我啊，也不是我的，所以它断除了身见，那个我见破了啊，我见破了，对这个生死轮回跟生死轮回之道呢，没有疑惑。断疑，哎，也没有宗教上面的种种戒取，哎，这就是出国须陀洹的智慧。觉悟了，就是产生这种智慧，哎，那有这种智慧，加上自己的身口意行的清净，它就会怎么样呢？就是佛陀后来说的嘛，他就不会再堕入三恶道，顶多在这个人界跟天界呢，顶多7次的往生，他就会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解脱。所以先有了觉悟，叫做得出果须多洹智，哎，然后呢，他就懂得朝这个方向去修行，这个叫做须果洹的道路，然后所以他就会有出果须多洹的果，就不会再堕入三恶道，顶多7往人天，就会就近苦边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初转法轮的程度啊，所以在这样你刚听，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面，他才会懂得在六根促进一切才功的修下嘛，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才能够说，哎，我们说七觉知里头正念，正念什么？我们说觉知，对，觉知什么？它有好几个层面，比如说一般像在这个西方的这种修学上面，觉察也是在觉知，至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没有？那在佛法里头的这个正念，它更清楚的是包含什么呢？如实觉知到当下现象发生的缘起，它的因缘，它的特性。所以正念它是原生的，有没有？就是正念当下的这种集跟灭，所以你会领悟有这种无常观啊，无常的这种智慧，有这种无我观，无我的智慧会产生。因此你就会怎么样呢？在六根促进的过程当中，离贪断爱啊，所以才会怎么样？择法去对治啊。那择法对治，你就会精进。那你看，那你精进，在精进离贪断爱，就在怎么样呢？在离断贪嗔痴，离断五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身心就要怎么样？喜悦会升起，然后安宁感会升起，所以喜乐会升起，身心会比一般人清安，心灵会怎么样？会越来越稳定，达到这种正定，心随时容易比较怎么样？正见缘起，正见生灭而离欲离贪，有没有？所以心容易保持在一个平衡舍心的状态，对不对？这个叫做修道。所以等于开悟之后呢，得出果须多洹。好，那也可以称之叫做得慧解脱了，因为破无明了嘛。哦，破无明，无明破了，得慧解脱。然后说他开始怎么样呢？走向离断这种贪欲的这种习气的这种道路嘛。所以这叫做二转，就在修道啊。所以呢，你在修道的过程当中，自然有修道升起的智慧，从出果有没有向二果？有出果向二果的智慧，然后体证了二果的这种境界的，它是什么样的境界呢？刚刚在觉悟的时候，身见、戒取、怀疑，哎，断了，然后修学进一步这种修学，所以贪心、嗔心会变得更薄啊。那更薄到什么程度呢？这在经文上面没有很精确的这种记录，只是说怎么样呢？贪嗔痴转薄。那顶多一往来，就是这样的生命状态呢，顶多在人界跟天界往返一次，这叫做恶果的这样的一种果智跟这种道果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继续修学，到最后怎么样呢？对于欲界的这种贪婪全部断尽。所以恶果像三果在修，你看它都在离贪欲。那到达你贪欲完全断尽了，所以他怎么样？贪心断，没有贪心就不会有嗔心了。所以三果的状态就是刚刚在觉悟的时候断除身见，断除戒取，断除怀疑，对，到三果的时候怎么样？贪心断啊，嗔心断啊，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他在修学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修学的这样的历程，会有在这个历程当中升起的法眼，升起的智慧，升起的觉悟。哎，其实每一个状态，它都会怎么样？都会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呢？就像舍利佛讲的这样，会怎么样？层层转进，层层转生啊。但是修行的那个要点，它都是一样的。随时在六根促进的过程当中，如实知见苦，如实知见苦集，如实知见苦灭，有没有？也就等于随时在六根促进的时候呢，观察身心现象的生灭，观察六入处的集灭，有没有？然后怎么样？住四念处，修七觉支，直到七觉支就近满足，就怎么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近解脱。所以就怎么样，苦就从苦出来啦，哎，然后呢，那个无明跟欲贪就完全断尽啦，然后那个苦灭的那个状态呢，已经完全体验到了，不会再退转，所以叫做苦灭。那个灭已经证出了，那个八正道呢，它已经怎么样，都变成它心意识的一种自动反应，不用再刻意去修，就自然走在八正道了，叫做道已经修出了，所以就成就怎么样？前面刚开始觉悟的时候，无明已经灭了，哎，这叫得慧解脱。然后经过修学的过程当中，贪欲完全熄灭，这个叫心解脱。所以慧解脱、心解脱怎么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解脱。佛陀他就这样觉悟的，这样清楚吗？好，那佛陀把他这样觉悟，就像我刚刚这样讲，有没有？这样觉悟的那个历程跟怎么样？跟这五比丘讲，结果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乔成儒，听到佛陀这样整个这个对法的这样的一个开演，跟他实修实证的这个生命经验的分享之后，他怎么样？他也觉悟了。他觉悟到什么呢？这个什么意思呢？他也如实知见到生死流转之因，有没有？如实知见到生死流转之灭，所以他正得出果须陀洹。这就是初转法轮的重要性。重要在哪个地方呢？悉达多的觉悟不再只是他个人的事情啊！这个究竟觉悟之道，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法的开演，这样的心灵状态呢，可以这样传续下去啊！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怎么样呢？这个阿耨居林，乔真如后来叫做阿耨居林，就是已开悟的居林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什么意思呢？就等于他跟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印，有没有？其实这个叫做与佛印心的意思啦。他就什么意思呢？即使是你真正开悟了，才会知道佛陀的心基本的心灵状态啊。所以我们说见法才会见佛，见法开悟才会真正知道佛的心灵状态嘛，知道这个意思吗？啊，那所以呢，你看，那等在这个时候。一个透过佛陀的觉悟的经验，然后呢，听佛陀这样叙说、这样诉说而觉悟，这个叫做什么？听佛陀的讲法而觉悟，所以这个叫做声闻。那阿耨居林就是在这个2500年来第一个因为佛陀说法而开悟的圣者。啊，所以呢，在这之前，虽然说其实将近我们在文献上面记录看到，印度大概有2万年的时间，哦，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都在追啊，不论是奥义书的或吠陀系统的，都在追寻出离生死轮回之道。那到悉达多在菩提树下觉悟，才真正展开了这一条。究竟苦灭终止生死轮回的究竟菩提道啊，那他这个究竟菩提道，当这个悉达多证成之后呢，其实是这样了。我们再看综合在其他的那些经教会看出来说，他觉悟了，那他一边在可能在怎么样，在检查他自己的心意识是不是已经在一种完全觉悟的这种状态啊，然后呢，他也在思维怎么样对众生去讲法，就是分享他这种觉悟的经验。所以其实我们在他还没有讲法之前，有另外一篇小的经文啊，他本来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很难说哦，那他想说，那干脆不要说了，有没有？那梵天王出来请法啊，那所以他才决定要说。那我们大概可以等于说一种把这个梵天王来请法这件事情把它放下来，等于说大概可以了解说，去臆想，这是一种臆想，因为这样一种深沉而不假外求的这种心灵的这种内观啊，本来就不是那时候印度的印度人或者印度修行人的习惯啊，所以呢，其实本来就很难传啊，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在考虑有没有？那他如果要讲要怎么讲，所以他才后来他总结有没有？有一圣道，为世念出，能够让众生度诸忧悲，超越这些忧悲恼苦，得真如法，叫做四念处。什么四念处呢？生生观念处、受受观念处、心心观念处、法法观念处。就什么意思呢？就像他在菩提树下的觉悟的方法一样，如实的观察自己当下的身心现象，如实看到当下身心现象的极，当下身心现象的灭，然后呢，导向于无贪、无嗔、无痴的这种心灵品质。所以事实上，佛法就像佛陀讲的，叫做一圣道。四念处是一圣道，透过四念处满足七觉支，通达明解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像悉达多的觉悟这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阿耨居林他清楚啦啊，所以他就觉悟了，然后他证得出果须陀洹，这样啊，这跟我们原本在汉传的这个禅宗里头想的那种觉悟有没有啊？那些语言其实有很大的出入，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啊，有些觉悟者，他们的经验也是这个样子，都是直接在六入处的当下觉悟的。比如说你看，虽然他们是禅宗的，有没有？有的人突然看到梅花，那你不知他看到他内在的经验，跟看你看眼睛处这个色尘，他内在里头经过的是什么样的心路过程，所以他觉悟。有的人他本来在那个除草啊，他们一边在禅修，然后早上呢没有在禅修的时候就要工作。那有一个故事呢，有一个禅修者，他锄头去碰到石头，锵的一声，结果他觉悟了。耳根住这个深层啊。那还有上一次方师兄说，哎，像龙坡田有没有？那叫什么东西啊？蜘蛛啥？蝎子掉到大腿上有没有？身体触到这个触层，他当下看到的这整个六入处的极灭的过程，他觉悟了。不是觉悟了就了事，觉悟了就是知道他生命的实相，生命怎么样集齐，然后生命生死轮回可以怎么样熄灭，对这件事情他就了知了，所以就迈向一种自觉性的修道之旅啊。我的意思是说，在整个我们都是受到这个汉传佛教，特别是中国禅宗的这种开悟的这些观念的这些影响啊。那因为他们里头有很多的那些记录啊，因为语言文字的问题啊，有时候好像是接近于这样的状态的。那有时候呢，他们又会感觉上一个所谓的那个永恒不变的那个自信，有没有啊？那这跟原本的佛陀的觉悟用的那种语言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反而在追求那种永恒的自信的比较接近啊传统奥义书。你看像之前他们都讲在追求一种什么永恒不变的如来，而禅宗在很多的语言文字的叙述上面也有这一方面的这种倾向，但是我不是说禅宗都这个样子啊，我也不敢说禅宗不是这个样子。我只是刚在说，其实有很多的禅宗的修行人，他们的开悟也都是在六根促进的当下去觉悟的，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那个休息一下好了，好，休息一下好了。我们一块来把这个《转法轮经》读诵过一遍啊。其实以前在没有这个文字记录的时候啊，比如佛陀时代啊，他们都是佛陀讲法，那修行人就把它背诵下来。那有人要听有没有？他就再把它背诵一遍给大家听，所以都是这样在传送的。经是透过这个过程在传送的啊。那因为这篇转法轮经是怎么讲？你会怎么说呢？它等于是在我们在这2500年来，其实是在人类的智慧的文明上面，或者说人类智慧的开启上面最重要的一篇了。一个是佛陀菩提树下的觉悟，就12缘起经，另外一篇应该就算是这一篇哦。那所以我们谢谢大家啦哦。然后今天这种天气还来，然后有这样的因缘哦，那我们就大家一块来那个念诵它了哦。好，第8页这边啊、哦，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鹿野苑中，仙人住处。尔时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圣地，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基圣地，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好，停一下啊、哦！我建议啊、哦。你在念的时候，要把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里面的那个深意啊，在你读的过程当中，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读，你也有那个，你看他都有在这边正思维啊，那所以不用读得快，等于说你在读的时候呢，要去确知它里头的那个意义，这样读起来才会深呢啊。好，再来，复次，苦圣地，知当复知。本所谓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苦集圣地，已知当断。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复次，此苦灭圣地，已知当作证。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复次，此苦灭道基圣地，已知当修。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复次，比丘，此苦圣地，已知出。所谓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复次，此苦集圣地，已知已断出。所谓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灭圣地，已知已作证出。所谓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灭道基圣地，已知已修出。所未曾闻法，当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诸比丘，我于此四圣地，三转12行，不生眼智明觉者，我终不得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闻法众中为解脱，为出，为离，亦不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已于四圣地，三转12行，生眼智明觉故。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闻法众中，得出得脱，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说是法时，尊者樵成如及8万诸天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世尊告尊者樵成如：知法位。樵成如白佛：已知世尊。复告尊者樵成如：知法位，居临白佛，以知善事。尊者居临，以知法故，是故名阿若居临。尊者阿若居临知法已，地神举身传言：诸人者，世尊于婆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三转十二行法轮，诸沙门婆罗门，诸天魔凡所未曾转，多所饶益，多所安乐，哀悯世间，以益饶益，利安天人，增益诸天众，减损阿修罗众。地神唱已，闻虚空神天、四天王天、33天、焰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辗转传唱，须臾之间，闻于梵身天。梵天乘身唱言：诸人者，世尊于婆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三转十二行法轮，诸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及世间闻法成转，多所饶益，多所安乐，以益饶益诸天世人，增益诸天众，减损阿修罗众。世尊于婆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转法轮，是故此经名转法轮经。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所以恭喜各位啦，有没有？这是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第一次转法轮的记录，叫做《转法轮经》啊。那你们要把这篇经文看得深入，就要像我跟大家介绍的那个样子，要去了解啊佛陀在菩提树下的觉悟的心路过程。然后呢，你这样看这个经，你看如果没有之前讲12缘起，好不好？你看我，那你如果把十二缘支的这篇经文跟四圣谛这整个结合起来，你就看到这里头一切来宾弄进的机关，好不好？那整个的那个维系的那个部分跟修行的那个要点，它就出来了。好，那再来，你看第9页这边有没有？后来在《金刚经》它的第一句是什么啊？他那个须菩提是不是啊？他问那个释迦牟尼佛说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哎，《金刚经》这边也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跟晚期佛教的三藐三菩提是完全两码子事情，不一样的。晚期的这种所谓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再加上什么呢？要度尽一切众生啊！但是你们现在我们不讲那个教派的这种是非，你想一下啦。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如果他不是对于四圣谛有没有如实之见，3转12法轮？他能够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吗？他没有办法得证啊。那你没有得证，你怎么发？知道这个意思吗？那我们一般人，一般在这种，你看哦，连什么是那个四圣谛的思维，什么是缘起，哎，什么是那个佛法的这种修行基本的那个道基，他都不懂。那你说我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可能吗？不可能啦！其实这就是造成就是后来的那个佛教很大的那个混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果地的正量，不是让你用想的。你说要了解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起码要有，我说最起码的条件。你看，你要得无我智，就是你要怎么样，就是要基本上要开悟嘛。这是上基本的，这是很基本的。但是我们现在从佛陀的经教，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你开悟的境界的智慧，跟开悟之后修道的智慧，跟修道之后完全满足的智慧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啦。你刚讲啊，咱你看讲啊，你讲啊，你那个10岁的时候，跟10岁到20岁，然后跟20岁到40岁，你内在的那个智慧会一样吗？不一样嘛，啊，那所以比如说我现在举这个例就是最明显的，好，你看像，哎，那我们为什么会《金刚经》读不懂？这样知道了吗？因为这句话就是你唔捌的嘛，伊根本都唔是一般人我都了解的嘛。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坦白讲啦，你去找那些经教师来讲，他们也讲不出来啦。找那些汉传佛教那些经教师，什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讲不出来。为什么我敢这样说？这不是我说，这佛陀说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只讲得很清楚啊！如果对四圣谛三转十二行没有产生这种眼智明觉，他怎么可能了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拢讲假嘛，这样意思啊。后边还讲讲哪对，安尼就是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是错误的啦。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你如果没有如实知见，哎，对这个三转十二行升起眼智明觉，你怎么会如实知？有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你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怎么能说呢？按刚才来说，那结果整个晚期佛教，他们把所谓的原本2500年前佛陀的经教，有没有，都把它当作小乘法，心理上面就瞧不起它。然后就排斥他，那他怎么可能去获得佛陀的这种自见呢？问题就是在这啦，知道吗？啊，所以事实上，啊，你们这边可能不太这样清楚了吗？你看《金刚经》，那你看《金刚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在佛陀是要觉悟了才会知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那你看那《金刚经》他们倒过来有没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你说像你们本来都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嘛，对不对？那怎么发、啊？善男子善女人有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发起来之后，你看你不如实知这个生命的实相，你怎么可能让心安住在这种究竟觉悟的境界呢？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得这种究竟觉嘛。啊，那你在这种究竟觉当中去安心，去住心，哎，那你不知道生命的实相，你不会知道究竟觉呀、啊。那你不知道究竟觉，你不会知道生命的实相，那你怎么去安心，怎么去住心呢？啊，所以都变成就剩下口头禅，得变成概念。啊，所以咱一般人现在读大乘经典读不懂，是这样来的，知道吗？所以不是你塔卡派给 MC。是他们是颠倒的，知道吗？那个是颠倒的。啊，你刚听有意思。我再举个例子，在《圆觉经》里头，你看他劈头第一句话，文殊师利问那个释迦牟尼佛说：“问如来本起因地法行。”然后佛陀就说：“我有圆觉，从这种本觉地流出这些道品，有没有？”《圆觉经》开头，文殊师利品这一大段的这个问法，那本身就是错误的、啊。那个物件是。伊在问讲佛陀本来的那种觉悟的状态，但是你们从经文上面看到什么？释迦牟尼佛没有本来觉悟的状态。释迦牟尼佛本来叫做悉达多，悉达多跟你一样，跟我们一样叫做凡夫。他怎么觉悟的？他是因缘于看到生命的苦，想要从生命的苦当中解脱出去，有没有？所以他怎么样？他去深入生命之苦，然后看到生命之苦的具体的原因，有没有？如实之苦，如实之苦集，所以没有那个本起的本来的那个觉悟状态，没有那个状态。他是因为见苦，见苦集，所以见苦灭，有没有？然后呢，展开苦灭之八正道的修行，觉悟了之后，开始自觉性的在六根促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离欲贪。不到40天的时间，他完全觉悟通达，就是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怎么会有一个本来佛陀觉悟的状态呢？哎，刚才我讲啥？所以晚期佛教的那些经典，其实那是从，因为在这个世间有这么样的一个被公认的觉悟者出现了，然后他们在推想那个觉悟者的心灵状态是什么，用那些来写作经典，从果地出发啦，信不信？佛陀的境界出发，所以你当然搞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啊。那你如果读杂阿含经或者读相应部的阿含经，你就要发现一个很清楚的事情：佛陀的每一篇经教，它都可以直接跟你当下的生命经验你去相关，你都可以去看它，用你的生命经验去经验它所以它不是从那个什么一个佛陀的那个本来的觉悟状态起来，不是。佛陀跟我们一样，他是从凡夫的过程，有没有？从凡夫的生命经验不断去看苦，追寻这个苦集，然后体验苦灭，哎，然后呢了悟这个那个苦灭之道，然后这样去修学，他才达到觉悟的。哎，那你看他这边讲的就是这么清楚就是透过这个过程，他才能够体验得到，有没有？体证究竟觉悟的状况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那没有这个心路过程，你说怎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没办法的，知道吗？这样就很清楚了，可以吗？这样你们只能说深入了这种原本的佛陀的那个经教，你就容易看出来晚期佛教出现的那个问题。好，那我现在再讲，因为刚刚有同学提到了那有的人呢，因为晚期的那些经教啊。都写那些东西，然后他自己呢再写一个什么成佛之道啦，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就可想而知啦，里头的问题会很多的多都是错误的知见都不是真正源于2500年前那个觉悟者的教说，然后他们呢另辟一路你知道吗？你不是佛，你也没有成觉的经验，你写什么成佛之道呢？那你写的成佛之道，如果说你是在叙述悉达多怎么样成佛，对不对？那你从悉达多的叙述，他都有的比如说你看他现在这边跟我们讲，他是透过对于四圣谛的这12个层次、12个面向、3个层次的这样的一种体悟修正，所以得到这种究竟觉悟的，这是悉达多这样的觉悟的过程那你不耻之徒，我的意思就是说，一般在写成佛之道的人，不是从悉达多怎么样如实觉悟的这样的历程，他的心路过程来阐释所谓的成佛之道，而是另外呢用500年后的那些经教或者经论呢，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幻想，然后写着种种的成佛之道，那会有用吗？没有用的啦，而且只是怎么样增长那个一般我们说那个世间人的知见上面的那种，其实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啦。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我路我走过，那走了很多冤枉路啦，所以我会跟大家建议说，因为这种因缘很难得等于说我50几啦，那有的也快60了，有的头发都白了，搞不好60岁了，对不对？好不容易，真的是好不容易，有没有？然后我们说这样漂泊了，这样大半辈子了，然后有因有缘，然后真正开始去接触2500年前这个觉悟者，这个释迦牟尼佛真正的教法，不要再绕出去了。你个谁都出去没效时间了，而且一转出去那个。皓首穷经皓首穷经我这个都不是开玩笑的大般若经玄奘翻的，那是属于600万字的，我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首楞严经我读了4遍，圆觉经我读了10几遍，维摩诘经呢对我来讲都像在看小说一样，你知道吗？付出的那种心力所以会知道说走向那样的方向其实就像会像这边讲的一样，非法饶益，非义饶益，非反省饶益，非出离饶益啦。然后只不过会增长那个在知见上面的那种自以为是的那种我慢啊，其实至于生命的苦不会减轻，只是在那边压抑，然后回避啊，是这样的啊。好，这是有关那个我们等下讲了两个，对不对？原始佛法的这个心灵禅机，对，一个你看悉达多他没有老实教自己觉悟的，那你现在要学到这样的方法，这个悉达多他怎么样觉悟的这样的方法，哎，那他这个方法呢，他讲给五比丘听，过程呢，心路过程呢，讲给五比丘听，五比丘觉悟了啊，那个阿耨居里觉悟了，后来这五比丘好像都证阿罗汉了啊，然后呢，你看他。那他怎么样觉悟？阿耨居里他到底觉悟了什么？好吧，我的意思是，不要这样听了就算，这样不会生，阿内美亲哦，这样不会生。我们现在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么短的一篇经文做这样的记录，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在南传佛教里头，他们有好像记录是光讲这个转法轮经，讲超过一个礼拜。佛陀讲超过一个礼拜哦，所以他们讲，比如现在早上讲，那下午要讲嘛，那他那个就有两个人，是不是两三个人就先出去托钵，托钵回来，佛陀继续教嘛，然后托钵回来，然后大家分着吃，然后佛陀又继续说法，然后这样轮流，将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我们可想而知，这个是什么呢？等于在这个过程，这五个比丘对于维系的，等于说更，就是说更维系的那些心灵上面的种种盲点，或者对法义不清楚的地方啊，一定都在问释迦牟尼佛。然后释迦牟尼佛一定是继续迷疑的啊，慢慢去阐释。然后他们听了佛陀的说法之后，一定都怎么样？你会发现《阿含经》里头有一个特色，他们听完法之后都会怎么样呢？内集其心，就会找到疗房或者到树下坐下来，让心安下来，内集其心，安静寂静下来，然后极尽禅思，心静下来，就像佛陀在菩提树下静下来，如实的思维跟观察刚刚佛陀所阐述的或者所教导的那些法义，然后跟自己的身心性命去互相去印证，这样啊，所以这样才会生。那你慢慢透过这个过程，就自己会怎么样？你就会自己建立所谓的如实之见，这样才会变成我们才会像佛陀这个样子啊！哎，不管啊、哦，他这边讲的，不管你是啊、哦、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诸闻法众中，有没有？来跟你做法坛啊，来跟你辩论的时候，你都怎么样？于法不惊不怖，不动不摇。你真正见证四圣谛就会这样啊。所以佛陀说，一个真正见证四圣谛的人，现在我们知道，一个真正见证四圣谛的人，他就什么？就是一个开悟者。一个开悟的人呢，他说他就像一个那个四方四角竹啊，落在头壳一百个。那没有开悟的人，他就会像一个圆珠子掉到地上，他就一直转。一天没乱，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人跟你说这个哦，那你就会随他转啊。那下一个呢？他又拿圆觉经给你看，你又随他转；他拿金刚经给你看，你又说金刚经对；他拿什么给你，你也公公谁知道吗？你也跟他眼珠啊赶快，你也弟弟谁，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走过这种路，我们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没讲听我破这款物件。可以破这种水转的状态，什么意思呢？你从悉达多身上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悉达多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纵使他已经成为一代的那个禅定大师了，有没有？他根本不 care， 他不要那个东西。他已经成为那时候的最顶尖的苦行者了，有没有？大家都那么恭敬他，他也不要那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清楚他要什么，对不对？所以他知非即舍啊。那我们一般，你看，我们一般其实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话讲话，咱唔知咱爱啥。啊，所以咱叫咱根本要爱佛法啊。那再问，那我为什么喜欢佛法？那我要从佛教里头要到什么，对吧？那你再问，那啊，我要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佛法里头可以满足我吗？啊，那他为什么可以满足我？啊，那你如果说对于自己的这种在佛法的学习上面，你的心灵里面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像2500年前的悉达多这样，你就容易有没有？你就容易找到这样的一个正路来。啊，你呢？五位良喜行光呢？哎，比如说像有的人学佛法，我是最近才发现说，有的人会说学佛法也是一种怎么样一种装饰，是不是？有话嘛，听过这装饰啊？这我是不知道了，有没有？好，感觉有请哈。那你看，你如果说啊，让你学佛法，好像就变比较高级的意思这样了，对不对？好像就穿名牌这样，那样就没有意思。你看，你就找不到正法。那所以随便的人，对吧？你会随便听、随便学，那你都会一直转，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哎，你不知道自己真啊，所以你要的东西呢，都未必，因为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要到的东西未必真正跟你的内在相应。啊，所以你就不断的水转，在不断的在那边那个公公谁这个样，像遗族啊，感官。那你如果透过自己的生命经验的反省，那比如像我们那个从12堂课的那种有意思的成长，然后到这2堂课的这种这么深的这种佛法的这种法义的这种开演，你要找时间静下来一下。生命它就像这个悉达多在菩提树下经验的一样，6根触6境，和六世升起，然后升起觉受，升起苦乐受，升起种种想，种种要跟不要，生命经验就这样，对不对，刘太太？好，那在这样的生命经验当中，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要什么？我能要到什么？有一个我可以去要什么吗？那我们先把后面这个问题先放下来。你如果说真正去体验到说生命的这种怎么样，随着六处入处而不断原生而无常生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实相，那安住在这样的思维一下下，然后你问你自己，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要人家告诉你说我是一个学佛法的人，我懂很多佛法，这样吗？要人家告诉你说我们都在禅修，我很会内观，现在听说内观这2个字也叫做新流行，我们在学内观，这样吗？那学这些东西至于你心灵上面的平静，至于你生命的智慧，真的有什么相干吗？有没有？那你到底要什么呢？有没有？要提早问清楚哦，不然我们不会开悟的，不会觉悟，因为这样没干哎，这样没干哎。你真正想要觉悟才会觉悟，知道吗？那你如果说我就是那个随随便便，有没有啊？那个日子好过一点，日子好过一点，有没有？学佛法可以透过佛法的这种学习，然后自觉性的去减除一些贪嗔痴，让日子好过一点，这绝对是可以，对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自觉性的再去培育你的善业，甚至可以成为怎么样有利的这种世间的这种护法，然后累积自己的功德跟善业，然后累积这种人天福报，有没有？这也绝对没有问题。但是这些都不会导向觉悟，这些都是世间的有漏的思维，它不会导向觉悟。哦，所以这个要自己要去问清楚。好，那你说虽然是无常生灭的，哎，那你真的觉得它是无常生灭的吗？那比如说我们在还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哎，或者说接触像这两堂课讲的这么深，有没有？我想要吃，我是想在世间里头追逐啊，我可能哎，我跟我先生要白头偕老啊，跟我老婆白头偕老啊，有没有？我要我的孩子怎么样啊？我要我的事业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有没有？提早把这些想清楚。你心里头要的那些东西，至于真正生命的实相上面啊，你看看那里头有没有冒着很大的风险？有没有冒着很大的风险？我不是说做那种追求跟那种期待是不可以的，是绝对可以的。但是呢，你不用那么认真。你不用那么指甲为真，比如说，哎，你可以去善待这整个的眷属关系，善待你的工作，对，善待你的这种生活。但是你常常怎么样，给自己进入到这个比较深的这种思维跟这种独特的法眼的这种境界，常常进里面，进到这种生命的这种深度里面，思维去体验去思维，那个悉达多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觉悟？对，他为什么可以？他到底为了什么？他需要有没有放下他的王位，放下他的太太，放下他的小孩，对，放下他的荣华富贵，然后这样追寻。难道他有点这样吗？有没有？他是这样吗？他笑了吗？然后他笨吗？他疯狂了吗？哎，那我们在追逐的，我们的心里头在追逐的，不是那个时候悉达多放弃的这些东西吗？我们在追求的不是这些吗？稳定的身份地位，哎，恩爱的这种夫妻生活，然后众人的这种拥戴，然后甚至呢比一般人还拥有的这种方便的这种权柄，哎，我们在追求的不是这些吗？啊，然后，但是悉达多为什么不要这些？他怎么把这些放下？啊，刘太太，这个要想哦。这样那个东西才会出，那个心灵的那个转向才会产生，会有不同，那个才会有可能有不同的心路的那个可能性展开。不然我们在学佛法啊，那基本上还是不太容易走到说变成因缘与学习佛法。所以自己的身心性命，我们一般讲究身心灵呢，就进入一种自觉性的自我改造的阶段。那你要个定没定，咱本来的世间的思维内面，哎，那这样是有点可惜啦，因为我们好不容易，你看，好不容易读到这篇《转法轮经》，哎，真的不容易耶。这篇《转法轮经》还没出来之前，等于是悉达多还没有觉悟之前，印度从悉达多前的2万年左右，斯费陀、奥义书，你看伯伽梵歌，有没有？他们那是很多的那个累积下来的那个东西，都已经在一直在将近有2万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那些等于说高等的智慧、高级的心灵，都在追求这种生死轮回苦难的终结。包括悉达多，有没有？那到悉达多才完成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像我们的这种，你如果这样看，哎，那再来，又在汉传佛教里面，等于大概在公元2000年左右，就是那个00年，就佛陀灭后500年左右，才开始点点滴滴的传入中土啊，这些那个变成所谓的汉传佛教。那你看他们，比如说你看像玄奘大师，对不对？智者大师，对不对？宗密大师，华严宗的杜顺，对不对？贤首都是大师。但是我讲一句话，你们不要见怪，他们根本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怎么觉悟的。你听到吗？他们没有接触这个，他们都是从晚期那个已经是后500年的所谓的那个叫做大乘佛法啊，其实那个都不是佛陀真正的教法，然后他们以那些法，非佛陀所说的法当作佛陀所说，非佛陀所证的法当作佛陀所证，有没有？然后在那边开演中国八宗。那你看为什么那些会灭，就是这样啊。那现在我们的资讯不一样，哎，现在透过从18世纪将近300年，从考古学术的研究，对英国、德国、日本这300年的学术研究上面的这种累积，清清楚楚的确定2500年前有一个被公认的觉悟者，他叫做释迦牟尼佛。他的经教呢，最接近他的经教，他的教说呢，目前流传在世间的就是汉传佛教里头四阿含的杂阿含跟南传的相应部。四阿含里头，其实你会发现中阿含、长阿含、增一阿含，其实也都跟阿含经都已经差很多了。那在南传的这种相应部啊，后来的比如他们的长部，然后小部，然后什么那个增支部之类的，那个其实都已经是后期的加上去的，新说了很多。那真正2500年前这个觉悟者的教说啊，目前被公认的流传最多的部分，就是在汉传的杂含经跟南传的相应部。那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很赞叹随佛法师就是这样啊？因为他也透过历史的追溯，把原本佛陀的这个教说要把它还原出来。那怎么个还原法呢？等于是在汉传的杂含经里头有的经文，如果在南传的相应部也有的这种经文，那就是怎么样呢？会是比较可以确定是当时候佛陀所说，由500阿罗汉所结集下来的真正的佛陀的教说，其实是安内呢。包括说像我们在汉传的这个杂阿含经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后来新增进去的。我们那时候没有很高度的这种自觉，虽然已经很小心了，但是还是要把很多东西出来，就这样。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像玄奘或者智者或者这些那个华严宗的这些大师，包括禅宗的你看他们辛辛苦苦的想要去追求这个成佛之道，对，但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我现在说这样的事情不是他们比我们更说哦，千万不是哦，他们都比我们用心，然后比我们精进，比我们全然的投入在那种真理的探索上面。但是因为他们的资讯错误，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去接触到佛陀的教法，反而把佛陀的教法当作小圣，把真正的解脱者当作治疗汉。所以根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这样讲，他根本没有真正去体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如果那样是可能的话，释迦牟尼佛就讲错了。释迦牟尼佛的觉悟不是从经教来，释迦牟尼佛的觉悟，对，他是从怎么样？从身心的实际的观察而来。所以佛法不是借来的，佛法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透过他实际的观察自己的身心经验，而看到身心经验的这种怎么样原生无常无我的这种本质，所以呢自觉性的离贪断爱，然后达到究竟觉悟，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经验。然后他把这样的经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了，有没有？哎，讲给想要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听，有没有？想要从生死轮回当中出离的人听，比如说五比丘，对，后来的很多的这些修行人，那他们透过释迦牟尼佛的这种经验的分享，以释迦牟尼佛的经验拿来怎么样体证、体验，确认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些教说无误，然后就怎么样呢？达到跟释迦牟尼佛同样的怎么样？无明断尽，贪欲断尽，慧解脱，心解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阿罗汉，究竟解脱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境界啊，这才是我们这个原始佛法三摩地，有没有？原始佛法就是这个。那三摩地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三摩地叫做正定。你如果从佛法来看，就是八正道里头的正定。那这个正定是什么呢？正定什么？其实正定是慧。正定是慧，什么意思呢？它是你能要达到这个正定，是来，因为你来自于如实知见到这个生命的实相了，对不对？就是你开悟了，所以怎么样，在六根促进的时候，随时观察它的原生跟原昧，心不动摇叫定。所以是因缘于有这种慧，如实知见它无常生昧，所以呢，体验到说，你如果在这个境界不如实知，有所抓取，有没有？一定带来这种苦难、不安跟动摇。所以因缘于这种智慧，所以正念当下离，你看它是离五盖就得定。所以真正的要有这个正定，来自于智慧啊，所以它是这个正定，我们这样讲说，它是一种定慧等持的状态。所以就像在这个地方，就像慧能讲的那个样子，没有慧，没有定。你有定的时候就有慧，所以叫定慧等持，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三摩地不是原本传统的佛教，或者说后来的2500年后的那些不败佛教的那种说法，把它变成是一种强调它那种安止的那一面，止禅止的那一面，不是，是正定。所以这个正定，你看像觉悟之后，在六根促进，随时观察当下发生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你觉知到自己的心是什么样的趋向，什么样的流向，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能够见贪离贪，见嗔离嗔，有没有？它就是定啊，有没有？是这样来的。所以是因缘于得了正见之后，才会有正定。八正道是这样修的啊。但是我们一般在还没有获得这种正见，还没有觉悟之前，需不需要新的安止啊？当然需要，所以你们下礼拜要去禅修是很好的啊。当然需要啊。你看你心如果不安止，有没有？你没有办法做如实的观察。悉达多也是这样觉悟的啊，有没有？所以你看他是在菩提树下，他还没有觉悟之前，他怎么样？他收摄了他自己的心神，把心系念在呼吸上面，然后透过这个固定的所缘，让心平衡下来。心平衡稳定下来之后怎么样？直接的观察啊，所以才会有得了正见，有没有？才会有八正道的这个正定。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如果说在还没有建立这个正见之前，所有的这种等于说禅修、持戒、禅修种种，都是怎么样？都可以称之为叫做助道品。那你透过这些助道品，如实正见的这个生死流转的实相跟生死寂灭之道了，得法住智，得涅盘智了，就进入八正道的实际的修持上面了。这叫做什么？这就是真正的叫做悟后起修嘛，有没有？开悟啊，啊你们就怎样在修下？它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了。那所以那个就是等于是一种说一种分享啦，哦。看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人，他们在追寻生死轮回的苦难的终极的终结，就像是瞎了眼睛的人在找路一样，有没有？很辛苦。有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觉悟，有没有？然后转法轮经也这样讲出来，但是呢，看2000年前传到中国的这样的佛法，其实又跟这个觉悟之道呢，其实八竿子打不着，有没有？那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要去真正去接触到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教法，得入这个正法啊，得见这个正法，得以亲近这个正法，这样看到这个意思吗？有它很特殊的因缘条件。然后因为我有这样的感慨啦，哦，所以就是希望呢大家哦彼此能够三自珍重这样的法缘，因为这种法缘看看一下，这样前前后后5000年，殊胜难得啊、哦，这样。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